他是一个太成熟了吧，这才是人生啊，生活本该如此，太熟。你脸上戴的是什么？防晒面罩。还有什么？太肥了。脸裤。脸裤。嗯，现在要去坐小飞机了，哇，水上小飞机。人与自然共存。哎，我戴这个会不会回去之后眼睛这一圈是黑的呀？自然形成黑眼圈。晚上我要去捕鱼，晚上我要去浮潜，要给你们拍一拍这里个浮潜里面水下的鱼。你说这个树就是靠沙子形成的吗？我怎么踩啊？我好害怕，我自己踩啊。Feet.